怀橘为期二十四孝之九。朝代东汉孝子陆绩。继儿，爹现在带你去袁将军家做客，好不好？嗯，孩子咪，等孩儿跟娘说一声。娘，我跟爹要去袁将军家做客。您在家好好休息，我很快就回来喽。继儿，要听爹的话，还记得平时娘教你的吗？嗯，当然记得啦。娘教我要有礼貌、有规矩，尊敬长辈，做一个好孩子。继儿，快去吧，别让爹等急了。哎，孩儿知道啦。蝴蝶，蝴蝶，你要去哪里？跟我一起做客好不好？老爷，陆先生已经到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陆先生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哈哈哈！哪里哪里啊，弟儿，快来拜见袁将军。小池陆绩拜见袁将军。啊，继儿，快快免礼，快拿水果来招待我的小客人。来，陆先生，快快请坐。继儿，快尝尝，这是特地从百里之外买回来的。多谢袁将军。天色不早，陆某告辞了。陆先生，不如吃过饭再走，你我好好畅饮一番。多谢袁将军盛情，只是天色已晚，妻子还在家中等候。继儿，快向袁将军道别。继儿，到我家做客，走时还要拿着主人的橘子吗？你这个逆子，竟然偷人家东西！你给我跪下！逆子，你还有脸哭？哎，陆先生，小孩子嘛，犯错误是正常的，先生还是不要太生气了。逆子，说，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？母亲平时很喜欢吃橘子，袁将军家的橘子这么好吃，我便想带几个回家给母亲尝尝。啊，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，继儿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孝心，真是不简单呐。来呀，快快多准备些橘子，让继儿带回家与母亲尝尝。
要不要，袁将军，继儿知错了，继儿再也不拿橘子了，请杨将军惩罚。惩罚？哈哈，继儿，今天我要好好奖励你这个大孝子，来来来，陆先生，教子有方啊。哪里哪里，小儿失礼，让袁将军见笑了。继儿，快谢过袁将军。谢谢袁将军。逢时思亲，过节思亲，饥寒思亲，疾病思亲，安乐思亲，忧患思亲，嫁娶思亲，旦日思亲，出生思亲，养儿思亲。